林峰无拄将第零星转来了后，规身躯气味寒，也伫个蔡伟的照顾之下，斗斗恢复啊。但是天宝看了真凄惨，听讲外地去和老爸误会林峰来讲话，还不要紧来冤家了。想袂到这时阵，无将林峰当作亲生囝应对，就借机会要来献计啊。林峰，看你的表情我就知影，阿爸讲话无唔对。不要紧，阿爸当家里边做报仇，替人平安解怀，受讨的公道。我混的，你是安怎要让我知影代志的真相？我今嘛是要安怎接受？你恨我？你为什么恨我？你爱恨的人应该是姚辉阿伯，拢是因人平安解害到这么凄惨落魄。这个物件。会当让苦家农家散体。阿弥，只要你把这物件肯定到地下，就会当还我因走私毒品。走私毒品这是当罪呢？不用的啦，我不可能安尼做啊！你为啥会当安尼做？想抓这种毒家，伊妈想会出来。伊若真正是我的阿爸，后摆我是不是嘛会甲伊同款？想看这样的凶，丢亲不灵啊！查甫人若要成功，就一定爱心肝念汤怀，得下这决心。不行的，我无想要害人，你卖逼我啊！看来也是不忍心安尼做。好，我就亲自动手，了结这段恩怨。哈哈，我就跟你讲哦，恁即马在我五爸爸的好处啊哦，只要咪在我的后边哦，绝对袂叫人发现呐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哦，你哦好，好，加加加加加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我妈妈嘿！要骗我啊！哎呦，林哥叫是我真正看袂着你遐，你想怎要讲来？讲啊！哎呦，明芳，你卖误会啦，阮无想要害你的意思，阮只是要甲你吞落去迄个地灵星吼，偷偷转来，请你甲阮配合啦。你甲我害到这尔凄惨，我想怎要甲你配合啦？卖笑笑啊！为什么事？因女有大手套，唔惊佫去互你电咯？你是要做啥？嘿嘿嘿！这条就是地府上恐怖的邪妖，叫做十八十地啊！我这条更加厉害，叫做前路老甲淘汰。只要把这条吃落，你老一届就袂输，行过十八十地啊，遐尔痛苦。我若吃着我这条，保证互你去地府老甲勇敢。这两条若吃落以后，保证你把地灵气放放出来，吹八开，八好开。别放这里开放。阿叔，阿叔，阿什么事？我要落十八层地库，我还准备要投胎啊啦！哎呀，卖个啰嗦！我敢敢来接你，我袂动的啊！我本性来无形啦！实在有这两个气势啦，想袂到明浩唔来工电，紧张的时阵哦，身躯会发光。这一定跟地灵气有关系。刚才无影抓到，最近来钱也真济啊，烦死啊！这不是蔡文东，我哪会走到这来啊？
虽然我未当甲伊做伙，啊，不过我偷偷啊甲伊看一下，应该嘛无要紧吧。做事办好啊，会当洗身躯啊。好，我看我是等你才来好啊。若去误会，我唔都假衰诶。是讲小夏，你到底是该坦白晒啊，还是面好笑啦？我只是好奇，因咧讲啥，绝对唔是要偷看菜我洗身躯哦。去讲白啊，你甲我做证，我绝对无讲白贼啦。你个身上清楚，哪吒就是在做啥？其实我的心肝底早就有答案嘛，只是我不知道我的选择是对还是不对。惨啊！那如果我讲啊，安尼不就是做十点钟火，计算了。等下，十五位，十五位啦！是安怎？你阿爸给你赶出来？我无想要再讲啊，反正哦，我真正足烦恼的。啊，即马哦，嘛唔知倒位会当去。是讲，想照你的身躯会点人，佫会发光。啊，就是因为我甲迄啥物地灵气吞落去烦的啦。地灵气？啊，就是咱去地府的时阵，我送你的纪念品啊。啊，我无小心甲吞落了哦，规身躯拢怪怪啊。而且迄三姑甲后爸夫上，佫走来用咱找我呢。最近水果的代志来真多呀。年轻的代志，我嘛想借钱啊。明仔载，我着想办法帮你把地年轻，我伫半岛底凑出来香啦，安尼你就无代志啊。真实的哦。那你我先该说多少？你个臭小子，害我落一个软卡，我看一定要找算账。是不是你之前讲的三哥，还佮乌白无常伫遮？嗯，三哥你免惊，伊袂害你，敢是我的麻烦尔。那咧你甲因讲，叫因妈咧害来害去，咱大家总要想办法，甲地灵星掏出来。哎，你有听到无？啊，恁的意见呢？好，就安尼决定。你要做啥？告诉你就知道了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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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哦，我一定要让你行一个十八层地啊！我你一路哦，哪有个淘汰？我阿妈哦，啊，今麦还够无无啦？够不老无啦？
代志到这来啊，做出绝招，才有办法用电子逃出来。漂亮的，嗯，走的，好精致的，打哟！我想要动啊！我拜托你，想一寡较正经的办法好。我看，用最正确的方式，勇气勇气的方法，安尼做办法将敌人洗脱。阿姆哥，想袂去吧？对啊，想袂去吧？明芳规暝无回去厝，阿爸阿母是烦恼，四处去找人。啊，想袂到，伊竟然甲彩云做伙，实在是真超快。真正很真。真啥？你要真彩云？我去，尽力了，这不该出来了。你竟然甲今晚的离婚在台湾，虽然我过了阿爸阿母二十年的养育之恩，一直对你做吞忍，但不过这届我真正是无法度忍。天宝有特别传达民风甲蔡国的往来，都套用民风的名义来做介绍。要害伊红官做家门，啊，天宝是真有自信，因为地行若出代志，老爸头一个怀疑一定是明风呢。天宝，这里多钱一看到你，你敢跟我谈数？我无啊，你现在又搁要怀疑我？我怀疑你，亚威啊，啊你不要再想着什么代志搁冤家啦。这无你搁出问题啊啦！你要把这问题超清楚，别再酒店跟我说话啦。是阿伯，我相信天宝他不会这样做啦。他不会这样做，不过他肯做就好了。天宝是阿兄，阿兄到处害个家小弟。天宝，你说对吗？阿爸，其实哦，现在不能怪明芳啦。明芳哦，就是我苦难，他才不知道怎么做，不如你带他出去吃苦。我想哦，一定会大汉的啦。什么呀？你要叫他出去吃苦？胡老板，哎，陈长，请坐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有人搞检举，帮你地行做出阿片，搞笑，是。好，哎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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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陈长，这摆是什么情形啊？陈长，阿片吹了，搁有一张传单，是库天宝传授的。胡老板，你看。爸，我没有啊。阿平，阿平，只要你把这物件肯定到地下，就会当把我领到厝边。陈队大人啊，我遐是无辜的啦，无辜的，先把遐物件整理，我查查陈队长讲。两兄弟都没有出大事啦，你地来看看啦。明芳啊，明芳，你为什么叫我？你是我阿兄，我当然嘛要甲你叫啊。我知影你未做出伤天害理的代志，你是无辜的啦。阿哥，这些年你好啊，阿兄。别哭，你走啦。明芳对我遐尼好，我竟然搁想要害你。真正是想见笑啊！我这做阿兄的人，哪会安尼鸡鸭肠吃阿多？明芳，古天宝你别走！古天宝别走！搞笑搞笑！传入那波两多人呢？哎，进来！古天宝，别走！搞笑！哎，哎，那拢你聊明芳啊？会乌的，安尼袂用的哦。这明芳是咱要抓的人呢。那会当何解还你心得着？哎，别匆匆，咱想一个办法，甲阻挡一下。好，行行行。
外卡，外卡，严峰，外卡，乖掉啊！慢走，坚持哦！他掉了，受伤了，太关伤了，坚持啊！来了。白无常，有我们的面子在内哦，我的感恩你拢会放乎恁。我是讲，刚刚是来聊话的，但我阿能卡着头是稳破的，因为捌骗过乌白无常，即阵啊叫我发现，今日搁再叫我交魂呢。刚刚是来聊话的，哦，奇怪，阿那公公徛喺遐，哎、欸哦，你敢那看会着咱呢？哦去看人唔就知影。哦，叔啊，我唔爱去做你的徒弟啦，你咪留我去啦。徒弟，啥物徒弟啊？啊，伊就是当年咱迄个无闲的徒弟啊啦。啊？你哦，叔、啊。拜师拜请拜就好啊，拜大概看到大概拜啦。金刚等下地府哦，我两个甲全部讲我都教你啊。对，行。行。好，阿来袂灵啊。他没事了，我是阿老师拜阿叔。好。你没去啊？你的法师徒已经无去啊啦！啊对哦，歹势啦，我阁有代志要来办啦。啊，林座号，我带你来教室上课哈。过时，过时。差一丝啦，就分入去地府。杨贵，你哪里来家？是我叫川柳抓人的，我当然要在这看好戏。不可以，背后这是公家，不是天道。你阿嬷是会骗我，我无这戆人。苦了亏，你害死阮某，就是阮囝。这二十几年来，我都内心要再报这仇。杨贵，美霞真正不是我害死，哪来美霞作死？我有答应过美霞，来替我收这个钱，所以我明白讲。杨贵，我拜托你，你放下恩怨，我一定让你和天宝吼定做归宗，安尼好不？天子啦，若要天宝对这款人吼，伊这些人好有气啊嘞！好啦，你阿婆一个当机一个倒头，这包什么气啊？你给我查清楚，明仔再准备观察，替天宝收尸。哎呀，杨贵啊，杨贵，你去找人，把伊两个兄弟找回来啦。我怕杨贵吼小狗乱讲，伊两个兄弟是会出代志啦。那是要将人找倒转来，通好船长抓实。哎呦，你怎么是在讲啥哈？那是咱的亲生后生呢，你嘛希望伊做你逃亡哦？哎呦，我看袂着伊是无？我嘛是将天宝当作是家己亲生后生同款，我无想要害伊啦。你莫去讲啊，好无？那是要爱天宝对了燕贵是阮人另作归宗哦，我唔答应啦。杨辉，杨辉啊！哦，好出息啊！明空对我遐尼好，我阁做假小孩，真正是不应该。啊，是的啦，阿弟变成安尼，不是我爸害啦。明空，是在讲什么啊？兄，我都老实跟你讲，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阿爸，叫做廖英贵。廖英贵不是你阿爸，伊才是我阿爸。你伫即马在讲啥啦？为的是半路认老爸了。明峰在地府家了台湾，李永刚搁错认老爸，如今阁系天宝爸仔相残，一阵子在万年前乌白母相交唔着魂所惹出来代志，是要哪收煞呢？
明仔来讲这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好多音车点原油。至今并无科学会当证实民间流传的关灵法术会当入去灵界，但是听讲有几种人都会当入去。咱阿多关灵来讲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吼，拢会先看到一个光点嘛。有的人那是一开始也是一看，就看到看到一个人影出来。迄个具体的影出来是吼，迄个作用就关灵就一样。吼，啊，若有光有影时吼，阮就爱搁甲吹个光照。通过阮过去的统计吼，因啊，较容易关灵，因为理论上来讲是，大家人是拢关灵的。但是呢，因为人吼，就讲伫这个阴间啊，出代志的这个影响吼，啊，已经变啊较执着，为家己吼放袂开，啊，就较袂关袂落去。有人讲囡仔较容易入去灵界，是因为比较较无世间的执念。关灵的时阵，猫规定袂使徛伫河顶头的，也若无会当着岔路的神明，必须关袂落去。听个脚步